这次非要赶尽杀绝吗？还请师叔给个薄面。秦，你已经求过了，但这个面子本仙尊不想给。跪下。王炸！小花，你又输了啊！不认输。本宗剩余的一万紫晶石归仙宗所有。哎呀，小花，你说说你啊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格局这么大呢？你是真不错呀，那恭喜不如从命啊。哦，这紫晶石我就笑纳啦。这可是我华晨宗百年库存，怎么就输了呢？王妈，看来师叔还是没能从那件事走出来呀。是啊。这一次赢了这么多紫晶石，足够让我开启一次大规模的灵魂探索了吧。宿主大大，无业重生既已成事实，碰面是早晚的事，况且宿主就不怕搜魂之术被无业发现，提前回来报复吗？知己知彼，我当然得要先找到他，才知道怎么应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阵风辗转，听高耳畔，一轮月清辉照进我心田，竟是你笑颜。几曲难言，心绪波澜，而你的双眼动我心弦，前路漫漫，心有你相伴，山河之间。看炊烟山万望西幽暗，日数消散，掌心的温暖环绕。尊主，江凌风，本尊会亲手将曾经赐予你的安生百倍千倍的夺回。雪儿，那宗门大会可有定日了？本尊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十五日后。很好，在此之前，本尊会亲自为上林宗准备一份厚礼。是。尊主，此次宗门大会不必再说了。本尊一刻都不想等。
嫉妒这种感觉。又是这个吗？江凌风，下一次就不是在梦里了。仙尊师父，你怎么又做噩梦了？白松，你来轮回峰多少时日了？今年是第十年。原来已经十年了。我看你还往哪跑！我不过就吃了你们几口饭，何苦一直追我？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白松。小白松啊，你真的想不起来自己来自何处了吗？仙尊师父，我是真的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。你是阿叶的剑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忍你很久了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你好不好？过会儿就去带你找嚣张的羽霜剑。这把剑已没了主人，生出的灵石混乱不堪，如此任性妄为，不听管教，属于残次的劣等灵器，又总是骚扰仙尊师父，不如将它销毁了，融成金铁，也好给其他外门弟子再做成出阶兵器。你不懂，他呀，这是在给他那主人打抱不平啊。我相信他主人一定会回来的，回来杀我复仇。最近我体内魔气越发不稳定，噬灵珠是否又显示了？并未查探出。回尊主，其实早在十年前，弟子说，在上灵尊附近。原来如此，是。尊主，梦魇苏醒在今生之前，只剩余多少风刀双剑，即将坠落的悬崖边缘，有白衣缓步而来，披着明月。谁愿将我拉扯回这世界，走过千山万水，烟火人间，寻觅记忆中那个少年。我扰乱了时空和过往，来到你身旁，却怎么遗忘掉自己最初的模样，最怕你眼眸消散了微光。丑丑啊，丑丑，丑，小白松，你这是？师父，看不出来吗？还挺勤奋的。我就是为了宗门大会提前做些准备。哦，那你练吧。仙尊师父，来看我的招式。当初这招阿耶一变就会，他怎么练了一个月还那么憋脚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练剑招式要准。师父，
小心点。你身法也不稳，灵力是由手臂延至指尖，招式要顺势而发，不是往左是往前。再试一次。小东西，你也是被上灵宗遗弃的吗？是手臂，不是手腕。现在师傅，你看这样对吗？对个头。好好练吧。好，仙尊师傅。又怎么啦？我想问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我的兔子瞅瞅。对，你有没有看到，就是个兔子，瞅瞅很可爱。没有，我想跟师傅说，上仙殿设宴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，听说还有兔肉。仙尊师傅。两日后，宗门大会如期而至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青岩聚集的高手也太多了。也不知道小白送的灵阵魔枪到底管不管用。头筹可是三万紫金石啊！这不是……非他就是一扫描，不是午夜。也是，怎么可能会是他？他要是敢来，我就……可是他再不来，我找谁降仇恨值啊？仇恨值再不降，我就要一直被困在小树里。仙尊师傅，对不起，我资质普通，无法修炼精湛，这一次恐怕无法为您争光了。不是你，哎，没事儿，做人嘛。本来就不能逆天改命，对不对？要本分。放宽心，没事啊。一会儿你上，就给我一顿嘎嘎乱杀。我们的目标是三万紫金石。雪儿，等会儿遇见少林宗的人，不必保留实力。是。等等，阿伽来也。所有宗门进场完毕，所有人，你们的欢呼声。现在我宣布本次宗门大会的特别奖励，除了三万紫金石，最终晋级的宗门还可各派三人进入无知城寻宝。这因缘际遇呢，就各凭自己的本事了。现在我宣布本次宗门接下来有请少林宗掌门为本次宗门大会致辞。好好好好好，再次欢迎各位仙友参加本次宗门大会。我少林宗作为本次的主办方，专门修缮了本比武场。本来呢是想修建成鸟巢，但因为资金不足，最终建成了雀巢。这个寓意还是好的嘛，代表着我们盼望的和平与希望。好，不愧是少林宗的掌门呐，果然发言句句颇有深意。正所谓听君一席话，如胜似一席话，不愧是大大中大掌门是也啊！让我们掌声感谢。那么接下来有请华纯宗掌门为本次宗门大会致辞。得见今日仙门之繁荣，人间太平，老夫甚是欣慰啊！想当初，百年前那场仙魔大战，各大宗门皆受重创，我们
们宗门差点哎，好好好，感谢来自华晨宗的精彩发言啊。主办方了不起啊。那么接下来吴望宗，只有道貌岸然之辈才需要借此机会抬高自己，我吴望宗不需要。听得我有点心虚啊。好，现在我宣布宗门大会正式开始。第二场比试依旧是吴望宗对战寿司宗。尊主有令，务必让寿司宗顺利进入吴之城门，不得有误。我认输。什么？我上去吧。直接就认输了？怎么认输了？我宣布第二场比试获胜的是寿司宗。万事俱备，人欠东风了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直接认输了。下一场比试不得了，由吴望宗第一战力对战上林宗弟子，二人鹿死谁手尚未可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宗门大会，各门各派皆齐聚于此，本来就是比武切磋为主，大家友好交流，点到为止即可。因此本局上林宗弟子认输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情况不知道啊。对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认输了？宗主大大，认输可不像你的作风啊。打伤了还不是花我紫晶石疗伤？你傻了？既然是你的弟子认输，那便换你们来比试吧，不然上林宗的脸面就被你二人丢尽了。哪来的无名小辈？你可知面前的人是谁，竟敢如此不识礼数？本尊只知道我们上林家全都是贪生怕死之徒。你这吴望宗的新宗主究竟是何人？感觉不太对劲，这该死的压迫感，难道沙叶
可是宿主并没有无业的气息，也检测不到是灵珠的存在，所以综上所述，可能也许大概不是。行了行了，你说的不错，下次别说了。哎呀，我是文科生，打架什么的还是算了吧，下一次哈。还是这么做。哇！无望中的新宗主，混战上灵珠尖端江灵峰。平时各大宗门都是靠斗嘴来维持排行的，生怕别人发现自己身上的弱点，所以啊，宗主们绝不轻易出战，更何况是仙尊这种万中无一的仙道尊者。此情此景，还真是百年难得一见呐！宗主大战，你说我宗魂反噬，内伤还未痊愈呢，别逞强，记得见好就收啊！你想收吗？就给那么多人看，不要面子的。这仙尊出手，两人竟难分高下。我的心中火，竟和仙尊打得志趣匹敌，你来我往，难舍难分，实属罕见呐！和过往来到你身旁，却怎么遗忘掉自己最初的模样，最怕你眼眸消散了微光，别在深沉的原地丢失了期望。仙尊师傅，喂，这局，上仙并未出全力，本尊胜之不武，这局算是平手。哇，爱人爱人，本系统直接怒转粉啊！仙尊想打我人设，尊主他明明可以赢的。却又为何？尊主自有安排，无需妄自揣测。本届宗门大会到此结束，下面颁发本届大会奖励：无妄宗夺得头筹，奖励30000紫金石。这下好了，30000紫金石彻底打水漂了。五之城封印开启。无知城在小说里就属于一个 bug 的存在，所以原著里也没有过多提及。有请晋级的宗门。无知城，那世间一切虚伪、贪婪、邪恶、嫉妒、痛苦，入无知城后生死难料。你对这里的危险一无所知，故名无知城。大凶险中伴随大机缘，估计作者是想埋个坑，结果把自己给埋进去了，最后不知道该怎么填了。还大凶险中伴随大机缘，等一下，这不就是为男主而设的伏笔吗？那阿叶会不会这个感叹号，这么明显的主线任务，感觉降仇恨值之路又明亮了。小白宋啊，你看如此凶险之地，还是为师替你去吧。还是仙尊师父关心我。哎，这有什么，应该的。那你就乖乖回去吧。啊，拜拜。诸位仙友，进入无知城后将会暂时失去全部的灵力，直到7日后传送之门将再次打开，还请各位少侠多多小心呐！天选打工人，准备赶下一集。无知城。分头行动。
哪儿走啊？宿主，你信号不好，请宿主自生自灭。我说你，哎呀，嗯，先生师傅，我不是让你回去了吗？反正现在也回不去喽。行吧行吧，走。先生师傅，你等等我。老板，你摆的盒子怎么都是空的？对呀，你卖的就是空盒子吗？阿霞，哎，剧组经费有限，苏建会所员。各位老板，要不要看看我这古盒？这盒里装的可都是世间珍宝。世间珍宝啊？这是权势，这是富贵，这是爱情，这是快乐，这是修为。修为，老板，我要修为。怎么回事？他人呢？进去拿修为了，修为到了，自然就出来了。你们谁付钱？200紫禁石，麻烦随行者请付一下。没搞错吧？还可以用紫金石来交换？哪里都是要生活的嘛，小本生意，概不赊账。嘿嘿嘿，老板，我要两份爱情。哦呦，两份？这都可以啊？他人呢？老板，还有什么可以卖？等一下，你看他这样子。贼眉鼠眼，还有胡子，一看就是割韭菜的，千万不要买啊！与你无关，不是。新闻师傅，你干嘛老是跟着他走啊？你看他那独树一帜的气势，啊，一看就是大佬啊！跟着他肯定有肉吃，抓紧跟上。新闻师傅，我们先去看看热闹吧。大佬都属于主角团的一半，说不定还能靠他找到利润。有人。这位仙友，妖女，是这样的，相逢即是缘，听闻无知城处处凶险，不如我们两个结伴同行呢？倒可不必。请听我分析一下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叫无知城，无知无知，一听就很缺少知。像我这样的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情商高，智商高，学历高，妥妥的三高青年，带上一定有用处。有的人那么普通，却又那么自信。你 Q 谁呢？也不知道哪个师傅教的这么没教养。普通是不可能普通的，自信是必须的，毕竟仙界绝绝子。对，白送去哪？说不定是跑到哪修炼去了。无知密室好像感应到了什么。你里边请，请。肥羊来了，都下注了啊！哎呀，运气未到啊，客官，再接再厉，下局您定能暴富啊！再来再来，下注吧。
来，等一下，让我来。不好意思了，继续啊。运气不错呀，继续继续。运气好的根本挡不住，再来。这您用什么？手气太好了吧。这金银珠宝和紫金石我就笑纳啦。不管谁只下出多少啊。谁呀？这次你先开。来啦。一二三。天牌，我们又赢了。零三次这不可能。慢着，这小子敢在我地盘出两千，那你是活腻了吧？我，哎，等等，你们这纯属不讲道理好不好？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知道我老大是谁吧？你老大？谁啊？我老大，一怒风雷震，二笑沧海寒，三，给他三只猪，他能不端大，也去随便进，天也不沾身。李太白是也，他，反正我也就是替我老大小小的赢你们一下而已嘛。有事儿的话，找他。咱们该找谁算账啊？先把他们抓起来。抓住他们！走啊！我扰乱了时空和过往，来到你身旁，却怎么遗忘掉自己最初的模样？最怕你眼眸消散了微光，别再深沉的都快着点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仔仔细细的说，本精神在这附近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把他们引开。是给你挡了暗算的，你真将图报。的确，若你不在前面，他必死。我闭嘴，烦死。你轻点。宿主，刚刚那么赶，现在又有信号了。我也觉得奇怪，不过现在信号满格了。好好好。小蔡只有遇到男主才会被激活，难道他是？这人有强迫症，看到你头发开叉，你说你这么帅个大小伙，头发怎么能开叉呢？一定要注意护发哦，听到了没？烦死了！先生师傅，小白送，你受伤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我这问题不大，小伤。那个小白宋，你刚跑哪儿去了？到处都找不到你。明明是仙尊师傅丢下我跑了。是吗？是吧。不过我刚刚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
我被一团黑影袭击了，然而在我醒来之后黑影却不见了，再然后就是阿夏告诉我师父受伤了，让我赶快过来。黑影难道是噬灵珠？这个阿夏马甲也太多了，到处都是。那黑影什么形态出现的？在哪儿？你可还记得？那黑影好像是……哎，等等！哎呀，我这个徒弟从小脑子就……你懂的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这是许是邪祟入体。邪祟？放心，死不了的。那我就放心。得想办法把降灵风制作好，探查那黑气是否与噬灵珠有关。他什么时候能行？不知道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带他回房间啊。等一下，我劝你现在最好别动他，不然的话他马上暴毙而亡。暴毙而亡？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。试一下？我还是命重要吧。小蔡，我在。哎，对，之前我不是用那个好感度可以换一些道具吗？有没有那种类似可以用来逃跑、传送之类的道具？可以用50好感度兑换一张跑得快。跑得快，我还斗地主呢，我。跑得快其实就是字面意思，收入目的地便可传送过去，一次最多10人。啊，等会儿，有这种好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给我来两张。速度兑换中，好感度再次清零。两张清零还给白送，虽然有点浪费，也就这样吧。另外一张遇到阿叶的时候兴许能用呢。我可告诉你，本仙尊已经找到了把白送送出无知城的方法。无知城要等到7日之后法阵消失才会打开传送阵。哼，那你就太小看我了，区区无知城怎么可能拦得住我呢？无知城内任何灵力凝结的法阵都是无用。有什么灵力？这叫开挂。这是什么？嗯，此子受无知城邪气入体，有劳小长代为照顾。看来少林宗的至宝还真是神通广大。也就洒洒水了，不要见怪。这是我们上林宗不在危机存亡的时候绝对不会拿出来的，所以你们其他宗门不知道也很正常吧。危机存亡多危机，比如送走一个弟子也不完全是吧。坏我好事。怎么办？仇恨值上升100，仇恨值上升500。哎，小蔡，你说最近这仇恨值浮动那么大，会不会是我离阿叶又近一些了？或者说他……宿主大大，你扫描没有无叶的气息。
就算他不是，以他特立独行的气势也一定是大佬啊。这一类角色在小说里面不是反一就是跟男主有戏的，跟着他肯定能找到阿燕。那宿主又要抱大腿了。你怎么说话的？高情商的说法叫拉拢。我要是拉拢不了呢？拉拢不了我就拖垮他。你有事吗？我，你看这月黑风高的，我怕你有危险，万一有邪祟呢？不必了，请。其实我怕邪祟，我可是藏獒青年啊，从来不夜不归宿的，何况现在还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。宿主的话术查重率太高了。闭嘴，就你知道。宿主大大要有创新，有用不就行了？宿主，说好的托寡呢？现在未免也太卑微了吧？你懂策略了。等他睡着以后，我再先发制人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行为非常不道德，小心大佬醒来揍你。我就看一眼，你看他这样子根本不会那么快醒的。你干什么？时空和过往来到你身旁，
却怎么遗忘掉自己最初的模样，最怕你眼眸消散了微光，别在深沉的原地丢失了期望。我绕乱了时空和过往，来到你身旁，守候你每遇见潜藏的所有倔强，感谢命运为你把世俗抵抗，不愿现在的你孤身沉溺风霜。傲娇腹黑小狼狗，姿色上乘，是我的菜。这个嘛，大龄剩男，老实老练，不过风韵犹存。尚可老？什么老啊？你才老呢，你全家全村都老。哎呀，不要自卑嘛，老的我也喜欢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厚此薄彼的，就让你做大，他做小。怎么样？什么大跟小？那本座就封你为第十三号男宠好吗？封他为第十三号男宠。你还是……然后你们可要相亲相爱，一家人哦。你个小女孩，一天到晚想什么呢？你这性子，本座喜欢。你该不会是想引起本座的注意，今晚下侍寝吧？今晚就侍寝，是不是太快了？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们这样不太好吧？那你来，小狼狗还更香呢。他不行。怎么？你想先来？不，反正他不行就成。别扯了，这样，你一三五，他二四六，就这么定了。等等，如果你非要这样，我可以全年无休的。你能要点脸吗？你不懂，毕竟节假日三倍工资的嘛。身体很好啊，本座今晚就给你洗香香，送入洞房。等一下，我先去。好妈妈，金家，你等一下，如果阿叶先去的话。那应该就是这样的吧。不对啊，是我打断一下，怎么还会有马赛克啊？限制级画面吗？不然不能播的。有道理，不过这也太刺激了吧。他们两个到底在说什么？确实啊。不对，你能看到我想的。以后多请点限制级的，我爱看哦。独他一份，虽然灵力不高，但是你我现在跟凡人一样，对付他还是够呛的。况且这小魔女老是玩阴的，你真是狡诈。你带点脑子就不会找到。是，不对。为何无知密使对那个魔女有所感应？难道？一直在看你，你看，你用美男计把他吸引过来，打开门，然后我们就溜走，怎么样？行，那你去吧。我怕我用力太猛了，你说万一他爱上我了，我甩又甩不掉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而且我现在还没有那个……哎呀，好了，赶紧的，你想不想走？想走就快点。路线还挺快的嘛！出事了！快来个好心人，
他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他不行了，我也不舒服，需要人工呼吸啊。你赶紧把门打开。怎么办？魔女说了，如果有意外，保小气老。什么保小气老？这话怎么这么说？上头吩咐的。行吧，你赶紧把门打开，快点救人要紧。这是障眼法，看来我们打草惊蛇了。我是根据无知觅食的指示才。无知觅食的指示不一定就是指向魔族的入口，也许是他的同类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还有第三把觅食，而且在无知城内。禀报尊主，城外毒区已经在这里包围，看来是我们想要打探魔族封印的时候不小心触犯了毒区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先撤退去毒坊。江林峰，江林峰，江林峰，江林金风把吃的怎么还这么多？金又是在骗我！我就说嘛，我的爱徒，简直就是锦鲤体质啊！你看看，一碰到你我就容光焕发了，百毒不侵啊！有没有？附近有毒圈，去无知毒坊。等等，为什么要去无知毒坊？
那毒烟进不去。阿叶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为师？总感觉你有哪里不对劲。你不必知道，又不是说。宿主大大是怀疑无业进入无知城别有目的。哎呀，跟阿叶接触的人属我入坑最早，不过也最惨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。小蔡友情提示哦，刚刚在无业大佬的眼神中感觉到了杀意、恨意，还有些许不屑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阿叶，你这才多久没见？你这事业发展得很好啊，方方面面的，优秀。嘿嘿。仙尊。雪儿，好久不见了，你看这亭亭玉立的，婀娜多姿呀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行吧，走吧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你先进去吧。好。警告！警告！只能承载一人啊！小蔡，你个无良商家，不是说能承载十人的吗？阿叶，我们也走吧。阿叶，你怎么没走？我还有事。你这叛逆期也太长了吧。哎，果然长得好看的男人没一个靠得住。开门见山吧，想要什么样的词？就凭你，你也敢来啊！不知所获。等，和气生财嘛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我这儿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要不要听一下？那本座就给你这个面子，听听你那个微不足道的想法喽。这小魔女不好对付，为师欣赏。过来啊，用不上灵力还凑热闹，到时候别死在我前面。不必担心为师，三十六计我都还没开始用呢，难道为师的能力你都不相信了吗？自以为是，刚才怎么不走？当然是为了保护你。为师如此爱斗心切，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的话，那你就多降点仇恨值。闭嘴。吵死了。他能听到我们想法的。不能再想了，不能再想了。你们两个都得完蛋。你们别打呀，我一击还没停呢。是他先不讲武德的。我赶时间。小三，我开挂，你们管管吗？你们别打了，行不行？我苏子大大，你也使用了无智能力，同时延伸了上古魔族的血缘之力。无意我开挂，你赶紧看看我可以烧什么。危险啊！输出不过是直接燃烧自己的灵魂之力，灵魂之力是用于任何空间哦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你们欺负人，真的不打了。
魂进入到自己的心魔中了。完了，阿燕，你真的要上为师，成为世人口中少林宗的叛徒？少林宗的叛徒，一切都是误会，为师是有苦衷的。你难道不想成为少林宗吗？阿燕，把手放下去，放下去。阿燕，拿起你手中的剑，放在脖子上，轻轻的就一下。你相信师父不会的。怎么了？阿燕，难道你不想回上林宗吗？为师可是会失望的。不对劲，小蔡，赶紧用什么烧什么吧。灵魂损耗不可逆，是否使用？用。灵魂之力能量转换中，能量值已满。陛下！你们欺负人，我不服，没有男人可以赢得了我。原来这个小魔女是一把钥匙啊！我就说怎么能用灵力的，原来是个本地人，可能是这个无知城的哪个钥匙吧。既然是无知城的钥匙，那它是开什么的？小菜友情提示：紧急剧情开启，仙魔主宰，魔族当道。完了完了完了！看来小人成功了，魔族封印解开了，走。我们这是在哪里？这里是无知城和现实空间的夹缝。我在这儿啊，看过下雨，看过下冰雹，甚至还看过下刀子呢，可还没看到过下雪。嗯，你们这下雪吗？什么是雪？你没看过下雪？哎呦，我们家阿叶长那么大还没看过下雪，没对过雪人，还真是个小可怜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雪呀、啊、就是软软的，轻飘飘的，白白的，一下起雪来整个天空都是白色的。有机会啊，我就带你回我们的家乡，那个地方一年总会下一次雪的。到时候啊，我就带你堆雪人，躺雪坑，造冰屋，用雪砸你脑袋。打雪仗可好玩了。真想早些带你去。魔物我已尽数放出，不日便会回击一切，只怕是再也没有看雪的那一天了。年化形，初如婴儿，无知无觉，数十年方可觉醒。快走！别走了！你这个人！
不是你，有误。仙尊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是魔族，魔族回来复仇了。魔族？这不可能啊！而且他们已经往上灵宗方向去了。上，趁我不在，偷我老家？老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现在战况如何？回尊主，起初魔物有些不受控制，现在已经完全为我们所用。弟子已经成功说服华晨宗和雨迷宗，我们在师姐的带领下成功说服了五大宗七大派，整个仙族几乎团灭，此战大捷。就是还剩上灵宗仍未。上灵宗本尊会亲自去，其他人不可妄动。是尊主，我们如今大业将成，若是上灵宗得以喘息，恐对我们不利，请尊主三思。真是死活，本尊的话你是听不懂吗？尊主息怒，还不快退下。是白宗，仙尊师父回来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小长，小长他们，他们在哪里？是无业，他带领魔族杀光了我们圣灵宗。
处决上林宗之前，你真的不考虑先打开我送你的礼物吗？这里面会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魔族的首领之后，他会离开上林宗，不再回来，这也是他的意思。各大仙宗还需要给他一个承诺，还请仙门中人以后不要再去招惹他。和他说什么？我可从没跟我说起过。阿爷，你答应过我的承诺呢？魔族不除，举世难安，在其位尽其事。既然是我的承诺，我愿一命偿一命。一命偿一命，也配？从今往后再无嫌罪。想想阿叶也是啊，这一世磨不磨，仙不仙的，一个安稳的日子都没有过，这美好世间我应当带他出去转转才是。原来这才是真相，那这一切也该有个了断了。午夜穿着弟子服重回上林宗，找江凌风冰释前嫌，希望魔族和仙族重修旧好。笑起雪来，整个天空都是白色。有机会啊，我就带你回我们的家乡。那个地方啊，一年总会下一次雪的。到时候我就带你一起堆雪人、淌雪坑、用雪砸你脑袋。